好，在下面这个图里面呢，它说 AE 是 tangent，然后它的 cot CD 呢是延长到 D 这边相遇。它说 CA 等于 CE，CA 等于 CE。题目一给我们这一种 information 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在题目那边放上去。然后他说角 ABC，角 ABC 就是在 B 这边，是 X。然后他叫你证明那个 AEC 会是等于 ABC。你看啊。在这边，这个会是 x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 tangent，然后 tangent 外面的那个 superman 的那个就是这样，然后过后它是等腰三角形，所以它就可以一样，所以在这一边它说 AE 是 tangent，所以这个等于这个等于 x，然后因为这两个一样，所以那个三角形是属于等腰三角形，所以这两个角会是一样，所以这个等于这个，它就证明了，然后它要你证明 ADE 是等腰三角形，OK 没有，它是等腰三角形，ADE 是这一个，ADE 是这一个三角形，还要你证明 ADE 是一个等腰三角形，这个是 ADE 是一个等腰三角形，这边还要我们证明它是一个等腰三角形，好。首先呢，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想象，这一个跟这一个加起来会是等于180度，这个是 y，所以我的 x 加 y 会是等于180度。OK，或者是更简单，我不需要这个 x 加 y 等于180度，我可以看到呢，它是属于那个三角形的。没有，它是一个圆形里面的四边形，OK，这边圆形里面的四边形，这个圆形里面的四边形，这个圆形里面的四边形，所以我圆形里面的四边形，这一个会跟这个一样，OK，这一个会是跟这个一样，所以这边也是 x，所以我这两个是一样，所以这一边它就等腰了，OK，所以在这一边他说，它是一个四边形。然后 ADE 跟 ABC 是等于 x，ADE 跟 ABC 是等于 x，这两个会是等于 x，OK，这一个它没有给你原因，这一个叫做 cyclic quadrilateral，OK，圆形里面的四边形，对面的外面会是一样的，然后过后那一个是 x，这个是 x，所以它们两个角一样，所以它是一个等腰三角形。所以你看这个角这两边一样，所以这个是等腰三角形，所以我的 AEAD 会是等于 AE，OK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那个 AD 会是等于 AE，等腰对等角，等角对等腰啊，OK，所以它是一个等腰三角形，这样。